下班后，没想到小姐姐已经在楼下等我了。准备收拾回家。下来吧，公司等我去，忘记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你来了，等那么久，不好意思。没事，走吧，我们吃饭去。好，走啊。哎，为什么你吃饭也不脱口罩啊？你管我，你去你的。行吧。你这么帅，有女朋友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有男朋友吗？我也没有。哎，你同事都叫你叫小文，那我也可以叫你小文吗？可以啊。好的，小文，我叫图图，大耳朵的图图。你耳朵也不大呀。讨厌，时间也不早了，那我得先回家了。拜拜。行吧，拜拜。